好，这里接下来有个跳步，旁边一跳，踏步蹲。好，我们从反面再来学习一下我们的下身动作。好，我们从二步蹲开始，从右脚跺脚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跳步。好，请您一起跟我们做一下下身动作。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上身的动作。那么在这里，我们手指朝上握空拳，从端手位开始，沿我们的身体向下滑，打开至平行位。好的，手掌冲前。好，收回扣，捏指。好的，当我们跳出第一步的时候，右手变换手型，打开。好，左手变换手型，右手捏指，左手打开。好，最后一步跳步，注意看我手势的变化，左手握空拳，那么右手掌完全打开。停在这样一个体态上。好，我们从后面来看一下这个动作。完全打开，手伸平，手掌朝上。好，非常好。好，下面请您跟我们一起做一下我们的上身动作。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停。好的，我们从正面再来复习一下。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停。好的，下面我们从反面把第二个动作带领你一起完成一下。请您跟我们一起准备好，蹲好，手心蹲平啊，五六七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在音乐当中一起来复习一下我们刚刚学过的内容。